在逍遥人间，一生能有几回真情兑现。虽然面对苦总多于甜，太多的心事把爱太太，我是他儿子。病人得的是急性心肌梗塞，目前状况已经控制住了，不会有什么危险。不过最好呢，还是住院彻底检查一下。谢谢你送我先到医院来，现在我在这里，你可以走了。我不放心仲凯，我可不可以留下来帮忙照顾他呢？我会好好的照顾我先生的。黄太太，我想你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并不是说你照顾得不好，而是……江小姐，你的身份在这里照顾我先生很不妥当，我也不希望人家看笑话。谢谢你。仲凯，都怪我不好。其实，人一到了中年，一定要好好照顾身体。以后，
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有你的东西，我绝对不让你吃，烟也不让你抽了。还有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爸他病了，现在住在医院里，我要留下来照顾他。如果就这样走了，我实在不放心。我相信我妈说的话，你已经听得很清楚了，不需要我再说第二遍。我刚刚看到你妈出去了，所以我才敢进来的。可是我妈交代过我，一定要好好的守在这里，绝对不能够让你进来，请你出去。纪委，我平常对你也不错，你常常带朋友到店里来吃吃喝喝的，那些账我从来没跟你算过，甚至于你的零用钱不够用了，我有多少钱就给你多少钱。这一次你能不能帮帮我，让我留下来照顾你爸爸，让我留下来。你对我的好我当然会记得，不过我总是我妈的亲生儿子吧，如果不听他的话，到时候他生气倒霉的可是我。但是小阿姨，我拜托你不要再为难我了，等一下我妈要来看见的话，我会被她狠狠地骂一顿的。好了好了，你对我爸这份关心，等他醒来我会告诉他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求求你赶快走，赶快走啊。好吧。纪委，我一向对你不薄，为什么你现在这样对我呢？你这么说就不对了，他生我养我，他是我妈。哎，你呢？你不过只是我爸在外头养的一个小老婆罢了，你怎么跟我妈比？要不是看在你平常照顾我照顾得还不错的份上，我干嘛还要对你客气？帮他买回来。哦，好。哎，远班啊，怎么不见老板娘呢？还没上班哎。老板娘刚刚打电话来说她身体不舒服，今天不会来了，快去快回哦。听说你生病了，而我想到你一个人住，有没有亲人在身边，我就请了假来看看你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谢谢。老板娘，你哪里不舒服？有没有看医生啊？我不舒服的，不是身体，而是心情。
又是因为黄董事长的关系，对不对？黄董事长，他是有妻子、有儿女的。你跟这种男人交往，注定就是痛苦。所以，老板娘的痛苦是自己找的，怪不得别人啊。自从我到店里工作，认识老板娘之后，我就经常看到老板娘为感情的事而伤心。我知道我不该说，可是我不能不说。这个世界上除了黄总之外还有很多男人，你不需要为他，为一个不值得爱的人去伤心吗？笑起来很美，所以你应该开心，而不应该悲伤。开心一点吧。什么时候出院的？已经一个礼拜了。我去看过你好多次，可是最后。只能站在病房门口。我还在奇怪你怎么都没来，心里一直纳闷。你既然来了，怎么不进来了？我怎么不进去？得回去问你老婆，问她为什么要挡着我，不让我进去看你。你就只有这句话吗？我受了这么大的侮辱跟委屈，难道你给我的就只有这句话？你要我说什么呢？我也不能去责怪秀瑶啊。在他的立场，他有理由这么做，我不能怪他什么。你站在他的立场说话，对他公平。为什么不站在我的立场，替我想一想？我只有你一个男人，我把感情都给了你，而你有两个女人，这种不公平的感情，实在让我不能平衡。这种不平衡，一次又一次的让我觉得痛苦。我真希望我自己从来不曾认识你。也从来没有对你动过感情。以秋，不要这样吧。你不要挡住我。都是骑脚踏车上下班的吗？我喜欢骑脚踏车的感觉，运动自由自在，没有压力啊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，在老家，我都是骑脚踏车代步的。读书的时候，每天骑着它上下学。后来毕业了，又骑它上下班。那个时候，我真的是好喜欢骑着脚踏车在风里的感觉。好凉快，好自在。要是遇到了好风景的话，可以随时停下来看个过瘾。现在呀，就不能像以前那样了，一坐进车子里就开始吹冷气。在台北市开车，不是赶路就是塞车，
什么闲情一直都谈不上。原来老板娘喜欢骑脚踏车的，那要不要试一试？不行了，我到台北以后就很少骑车了，大概不会骑了。你不试试看，怎么知道不行啊？哎，小李，哎，我怎么能骑呢？你看我穿着高跟鞋，又穿着窄裙。老爷，来，下车。我想，我还是别骑了。我今天穿成这样，骑脚踏车不太方便啊。川子，那坐上去，我推你嘛，回味一下以前骑脚踏车的感觉，不错吗？下车。下车了。我可以。坐，侧坐。坐好啊，走喽。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好不好？快点，慢一点了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哦，好不好玩？不好玩。我要转弯了，我要转弯了。都是我不好，不应该在这么窄的巷子里载你跑来跑去的。严不严重？扶我起来。买了一些药，我帮你擦。不用了，我的伤并不严重，你不用这么紧张。这药花了多少钱？我付给你。不用了，我不要钱。好吧，那算了，我自己擦好了，没事的，你去忙吧。我做错什么了？这几天你对我打招呼的态度，跟我说话的态度都非常冷漠，甚至还故意挑剔我的不是。老板娘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没做错什么，我的态度也跟以前一样。不是我多心，是确实老板娘对我的态度跟以前不一样。老板娘，我到底做错什么惹你生气了？你可以跟我明说吗？我还有很多事要做的，这没你的事了，你可以出去了。你怕我？胡说，我干嘛怕你啊？别瞎猜。既然你不怕我，你就不要逃避我的问题啊。我小李到底做错什么了，让老板娘讨厌我，不愿意接近我？你以后别再跟我说这种话。难道我关心老板娘、喜欢老板娘也是错事吗？我喜欢老板娘，这并没有错，对不对？虽然你是老板娘，可是我喜欢你，这一点错都没有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不对，不对，你不应该喜欢我。不应该。我为什么不能喜欢你？喜欢一个人是很自然的事情，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。你自己也很清楚，我现在有自己的朋友，我们两个是不能在一起的。老板娘，你不需要害怕，我只是喜欢你而已啊。
我并不打算在你身上得到些什么，只要你不故意拒绝我，躲着我，让我喜欢你，这就够了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去工作了。小李，这干什么？老板娘，这辆脚踏车送给你，以后你不想开车的时候就可以骑着它享受一下风里的感觉，或者是随时停下来欣赏一下风景啊，非常自由方便的。小李，老板娘还有事吗？脚踏车算我买的，我付给你钱。对了，外面天气不错，有没有兴趣一块兜兜风？有啊，我当然有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换衣服。小李，啊，在看什么？看那个。是什么啊？云呢？啊，对呀，蓝天白云，真漂亮。你不错嘛。小的时候啊，总觉得这些白云就像是棉花糖一样，白白的，软软的，让人真想咬一口。尝尝看是什么味道。后来呢，吃棉花糖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云的味道呢应该是软软的，一放进嘴里啊它就融化了。小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吃，可是我更喜欢啊将这个棉花糖插在女孩子鼻子上。哎，小李，哇，好厉害啊。以后有时间呢，应该常常出来走一走，在这里呼吸新鲜空气，啊，又健康又愉快。那太容易了，只要老板娘喜欢，我随时奉陪。好啊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Sweet.
等了你好久。大辣椒，什么时候对脚踏车有兴趣了？我一向都很喜欢，只是你不知道。外头太阳这么大，晒得痛快，痛不痛？大方一点喽，嗯。这不是大不大方的问题，是现实问题。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，一天不解决，就会一直存在。这样你明白吗？依秋，不要再小孩子气，好不好？我们的环境从开始彼此都很清楚的嘛，过去你可以不在乎，怎么这两天你老在这个问题上打转呢？没错，如果真的能够不在乎，什么事都可以解决。我也曾经想要不在乎，可是我毕竟是人呢，我也有自尊心，有占有欲，还有很多渴望跟要求。仲恺，我没办法做到麻木不仁，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。你的心情我完全了解，我的状况你也很清楚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？我不想我们两个人再这样纠缠下去，也不想这么痛苦，有这么多烦恼。现在可以解决的只有两个方法，第一个就是你离婚，另一个就是你别再来找我。先给我一杯酒。你要喝什么酒？威士忌。您喝这么烈啊？还好啦。拿上来。小姐，你不要紧。我不要紧，谢谢。我可以坐这里，请坐。谢谢。小姐一个人来吗？哦，我一个女朋友约我来的。女朋友？啊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那种。不过到现在没有看到她的人呢。没关系，反正来这里就是交朋友。现在敌人在下我们，就是你的人。小姐贵姓？我姓吕，朋友都叫我 Teresa。你呢？ Teresa。我姓黄，大家呢都叫 Gary。你好。你好。我敬你。谢谢。
好讨厌啊，我的黄大小看，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？人家找你好久呢。走，有好多话跟你说呢。哎，你很烦哎，你没看我正在忙吗？走啦，自己去喝，去。讨厌。那人真麻烦，老是缠着我。对不起啊，打扰我们谈话。没关系。刚刚我听到他叫你黄大小开，大小开，这名字真有趣，是你的绰号吗？这不是我的绰号，因为我有一个开公司当董事长的老爸，所以大家都叫黄大小开。刘局长，你还在念书吗？你仔细看看我的样子，我还像是学生吗？是不像学生，这再漂亮的校花也比过。你好会说话啊。刘局长，既然你不是学生，那你在哪里工作？哦，我本来在我爸公司帮忙，后来我们全家移民到加拿大，我在那边待不惯，觉得还是台湾好，所以就回来了。原来你是个千金大小姐，难怪你的品味跟气质啊，就是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。我妈常告诉我，女孩子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教养，所以从小到大她管我管得很严，直到现在不管我到哪里都不敢忘记我妈这句话，要有教养。你妈把你教得真好，来，我再敬你。谢谢。哪有男孩子送女孩子回家不送到大门口的？那太没有绅士风度了。你家是哪一家？我送你回去。谢谢。不行哎！不瞒你说，我跟我姑妈住，她是一个传统妇女，思想保守的很，平时管我很严。如果她知道我跟一个认识不久的男孩子玩到这么晚才回来，我想他以后可能会不准我们来往。好吧，这是我名片，上面我的行动电话、家里电话还有 BB 口，记得一定要打电话给我。其他的事情了，今天就到这里结束，散会了。你怎么了？感觉很疲倦呢，人有点累。是不是血压又高了？早上没有吃药。上回医生还特别交代，一有不舒服马上要回去检查的。我陪你到医院去好不好？不必了，
见了医生还不是叫我多休息少劳累，这一阵子里里外外一堆事情，忙得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，怎么休息啊？嗯，也对，你从出院以后就没好好的静下来休息一下。我想把工作暂时放下，出国去度个假去。出国也好，出国疏散一下身心，这样轻松一点。你准备上哪去啊？那没想，你呢？你想去哪儿？我？你要我跟你一块去啊？你也有一年半没出国了吧？该度个假了。算了吧，我们俩一块去，公司谁管呢？这样好了，我留在公司里，叫纪委陪你去哦。纪委？不必了，他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忙，不见得有空。再说，就算他愿意陪我去好了，到那儿他还不是玩他自己的，忙着自己交女朋友，哼，我还得盯着他，这么一来，我哪里轻松得了？我会交代他，叫他别只顾着自己玩乐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不要强迫他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去反而自在一点。也好。想看他吗？这是什么？去夏威夷的机票。这是什么？去夏威夷的机票。这些年来，你不是一直希望能跟我一起出国去玩吗？而我呢，一直没办法实现你的心愿。这一次，我不但抽出了时间，买好了机票，连饭店都安排好了。我已经决定跟你分手了。你又何必多此一举呢？来，来我旁边吧。这几天呢，你不肯理我，我的日子好难熬。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已经习惯身边有你，我可以随时来看看你，跟你说话，抱抱。你已经变成我生活里的一部分，我不能没有你。我们的关系很难维持长久，今天不分手，总有一天你还是会结束的。只要你不闹情绪，不要吵着分手，我们的关系永远都不会结束。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我之所以会这么做，就是要用实际的行动来让你明白，我除了不能给你正式的婚姻以外，其他只要你所想要的任何一切，我都会尽我的全力来满足你。我知道你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，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其实你跟我一样，都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割舍掉的。到了我这个年纪，幸福的感觉就是舒服，我跟你在一起就有这种舒服的感觉。我虽然称不上是你的避风港，但是我想你也体会得到，跟我在一起，要是你有个什么风雨，我这把伞都会替你挡着。对一个女人来说，
除了婚姻，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，对吧？好了，别再闹别扭，不要东想西想，我们好好出去玩一趟。把机票收好，店里面也要安排一下，夏威夷的阳光在等着我们。陈经理，老陈啊，缇娜，我等了你一个晚上，都没看到你人，没想到你跑来陪仲凯兄啊！哎，老陈，来吧，坐下来一块聊吧。哎，谁跟你坐下一块聊？缇娜已经陪了你一个晚上了，你。啊，从现在开始，缇娜就陪我一个人。来，坐坐坐坐坐。老陈，来，喝酒。来，把这杯干了。啊，陈经理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胃不太舒服，改天再陪你喝好吗？嗯，人不舒服，我喝。哎，没你事。缇娜，来，把这杯干了。你如果说不干的话，就是瞧不起我陈某人喽。啊，陈经理，我真的不能喝啊。喝一点啊，老陈。痛快，少爷，再给我开酒来。老陈，喝多了。没事。缇娜，我跟你说，你真是个害人精的。自从遇到你这个大美人以后，别家酒店的小姐，还有所有的女人，我统统看不上眼了。嗯，陈经理，我看你是喝醉了，别再喝了。老陈，来坐下来，慢慢喝，好吗？我没醉啦，开玩笑。以我的酒量，再来一瓶我也不会醉啊。如果说我醉了，那。来，送你回去吧。来，喝多了，来，你要回去，你陈经理，老陈啊，周海雄，你不要想英雄救美啊！你是缇娜的客人，你来捧她的场。我陈某人在这里消费也不比你少。嘿嘿，缇娜，你就你想捧？老陈，走了啦，我们走了，走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回家，早点回家。老陈，老陈，没事。哎，老陈，老陈。